从，比如说，从这个中论啊，这样子的一部经上面，我们发现，当初他翻译的时候就是一个梵文的一个版本啊，在一个版本上面呢，就翻译成两种文字，藏文和汉文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收件那就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内容啊，而且他的这些，比如说一部经的，这个里面有多少个偈子啊，它的偈颂啊等等都是完全是一样，就是除了极少数的差别以外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像，中论啊，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中论啊，讲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种版本，跟藏文是非常的这个，接近啊，也不能说接近，完全，基本上都是一致，除了一两个句子以外，基本上都是一致，完全是一样的。而且他们的这些翻译的方法，就是，翻译的方法是，这个非常好的，因为怎么样说非常好，因为它里面的字不多，但是呢，从韩文的版本上看起来，它表达的内容就是完全是就是一样的，就像鸠摩罗什的这个中文就这么，他翻译的时候呢，他基本上都是五个字、七个字。字不多，但是呢，他那个，内容呢，就每一个句子的内容都是表达得非常清楚，词非常的优美，然后内容是非常丰富，是有这样子的特点。那译到汉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译到藏文的时候呢，也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同的两个版本而已，其他那个，内容完全都是一样。只是一个比喻，在其他的这些经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做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它的名称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说起这个藏传佛教的话，首先是要用尼玛巴来讲，为什么呢？尼玛巴。当初，在西藏还没有佛教的时候，刚刚佛教进入西藏的时候，它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教派，直到后来，灭佛的时候为止，一直都是只有一个教派，没有其他教派，这叫做尼玛巴。那尼玛巴的这个它终点。他怎么讲的呢？他的这个教义是什么样子呢？尼玛巴就讲旧称，旧称是声闻愿觉菩萨道，这三个里面呢就包含了所有的仙宗这个声闻愿觉这两个里面呢，声闻称、愿觉称这两个当中就包含了所有的小乘。然后呢，菩萨乘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所有的大乘佛法，那这个大乘、小乘全部都包含在这个声闻愿觉菩萨乘这个三乘，然后呢，密法它要分外密和内密，外密的话就这个实部、心部、欲切部。这三个就是外部的三种不同的这个派别，我听说那个在汉地唐代的时候，唐朝的时候就翻译了一部分的密宗，那个密宗就是外密，还没有这个内密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据别人说。就是这样，那我也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过，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内密就是要分玛哈、阿那、阿帝这三种这个派别
那这三种派别里面呢，所有的这些，这个内密的所有的这些，修法还有见解，全都就包括这三种里面。这三个叫做九乘尼玛巴的九乘，九乘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解脱道啊，除了人天福报以外，就是包含了所有的人天道。那这是尼玛巴的这个教派的分别，就是分法就是这样子分。然后呢这个密宗就是所有仙宗的精华，那大圆满是所有密宗的精华，大圆满怎么是所有密宗的精华呢？密宗里面每一个类密里面呢，它就是要讲这个四种观顶，四种观顶有四种修法，这个。以每一种修法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高就是这样子的修法。那最后的修法是第四级灌顶的修法是什么呢？这个修法在一般的密宗里面呢，这叫做那个圆满次第，是四级灌顶的修法，也就是圆满次第。在尼玛巴当中呢，把这个第四级灌顶的修法，或者是圆满次第的修法，它分出来了以后呢，独立单独的就做了一个教派就立了一个教派，这叫做大圆满。实际上，这个大圆满呢，在这个其他的这些教派里面呢，凡是类密里面都有。但是呢，这些类密当中呢，它没有。独立，就单独立了一个教派，它就是四级灌顶的修法。但是尼玛巴呢，这个单独列出来了以后呢，这叫做这个大圆满的修法。那这个大圆满的修，尼玛巴最强调的是什么？就最强调的是尼玛巴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这个大圆满。那尼玛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九乘里面的，声闻缘觉，这个菩萨道这三个呢，跟这个仙宗汉传佛教的是一样的，一致的。然后藏传佛教当中的这些沙迦、格鲁等他们的，也就是一致的，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外密的这个十部、心部、瑜伽部这三部，也跟其他教派是一样的。比如说格鲁、萨迦、瓜居，他们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然后这个内密的马哈瑜伽里面呢，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差别不是很大。那最突出的地方，尼玛巴的特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阿底瑜伽这叫做大圆满，就在这个上面。阿底瑜伽，它这里面讲的呢，刚刚我们也讲过虽然是所有密宗的第四级灌顶的修法但是呢，其他的这些密法里面呢，这个大圆满的最究竟的这些证悟的方法没有那么丰富。比如说这个马哈瑜伽、阿尼瑜伽，或者是格鲁、萨迦其他的这些教派的这些密法类密当中呢，也有各有各的这个优点。但是呢，任何一个密法里面呢，就没有像这个尼玛巴的大圆满里面所讲的那样子的具体的、非常具体的、非常透彻的、非常方便的修法，就是缺少这样子的修法。这是这个尼玛巴的特点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这个。那前面讲的那个声闻缘觉
这个菩萨道，这三个是刚才讲的，跟汉地的那个汉传佛教也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传播的方法有一点不一样啊，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汉传佛教的大藏经里面虽然有很多很多这个印度的这个经和论经就是佛说的这个经论就是除了佛以外这些菩萨他们做的这些著作就是论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论经和论甚至有没有当时没有翻译这个藏文的经典都有后来呢就是有些就藏汉语两个这个语言精通的那些医师他们把从汉文的版本译到藏文后来就是译到藏文了就是这个之前有一些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没有的都有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很少看到这个和尚们他们写的这个论不是没有肯定是有但是很少见比如说这个这些大现在有很多大藏经电子版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印度经是肯定是印度翻译过来的在这边是不会有经然后那个那个经论呢虽然也有但是这些论都是印度的那些月城菩萨呀还有世亲菩萨呀就是他们的论点就是汉族和尚他们写的这个论就是有肯定是有但是并不多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传播的方法不一样在以前的一些这个历史书上也有这样子的记载汉帝以前也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那他们这个讲经的时候呢他们主要是讲经不是讲论就是讲经发化经等等等等他们直接讲经论讲的比较少然后呢就住的也很少那藏族的那些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认为就是一个一般的学者也好一般的修行人也好一般的这个成就者也好他们直接去了解掌握这个佛的意义然后就是去解说这个佛经是很难的那要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要通过这个龙树菩萨悟珠菩萨等这些菩萨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论我们才可以揭示这个佛的经如果不靠这个龙树悟珠他们的这个论直接去那个解说佛经是很难的因为佛经是非常广比如说我们藏地的话呢就只有100多汉那个就100多部但是这个呢就是在佛经当中很少一部分就目前就汉地藏地保留的这些经呢不是佛经的全部的内容这是一部分佛经呢佛的这个那经是在就除了这个人间以外还有很多非人的地方空心插图等等很多净土都有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直接去接受一个佛的那个经的话比较难那文殊菩萨和这个弥勒菩萨呢他们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当场都在
一直都在，佛的跟前啊，所以他们啊可以了解，整个的这个佛法的内容，他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思想，比如说文殊菩萨的这个思想，以文殊菩萨的思想终点写的论是龙树菩萨的这些中观的，像中观、无论、六论那些龙树菩萨的这些论点，然后以弥勒菩萨思想为终点的这些论点呢，就是这个世亲菩萨和五祖菩萨他们传下来的，他们传下来的那些那些经那些论，后来就西藏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是依靠这个五祖菩萨和龙树菩萨的论点然后去那个接受这个佛的意思，然后他们也写了大量的那个论点比如现在藏地，就是每一个寺庙里面都有大量的书籍，那些书籍全部都是佛经没有别的，就是其他的文化，比如说无明大无明、小无明其他医学、史学这个心算这方面也有一些著作，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佛经，那他们每一个人都写那么多的书，这个是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佛经是需要靠这个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的智慧来解释，然后他们的这个文殊和弥勒菩萨他们的那些意义呢应该是用龙树菩萨和五祖菩萨的智慧来解释然后龙树菩萨和五祖菩萨的意义呢，然后就是用其他的高僧大德来解释这样子一代一代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就论就特别多寒川佛教里面呢，就是据我们了解，这个经多，论也多但是这些都是印度的经和论本地的这个经和论就是有时肯定有，但是我想没有这个藏传佛教那么多那个就是原因是什么？以前很多这些高僧大德成就者，他们是直接去翻译。直接去接受这个佛的，佛的这个意义论方面可能是不是很多，比如说藏地的话，光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光是这个现光庄严论一个，或者是光是这个入心论的智慧品就是光是这一个论点的一品其中一品都有上百个接受。上百个接受，那汉传佛教里面呢，都是没有那么多。那个上百个这个接说，全都是那些西藏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写的，不是这里面不包括印度的那些接说。印度的接说，我了解这个里面呢，我们的那个甘珠尔里面呢有11部，11本，就是说11本接说是来揭示这个。智慧品的，其他的上百个这些著作都是这些西藏人写的，这是一个比喻，在其他的这些那些论点上面都有那么多的都有那么多的这个论点特别多，那论点的话，因为他把佛的这些内容从文殊菩萨到这个。龙树菩萨，然后到其他的这些高僧大德，这样一来以后呢，这就离我们很近就很好了解，然后呢，他们把佛经的这些精华就是越来越归纳，越来越浓缩，这样以后呢，我们现在去学就是不太吃力，
是一个这样，就有这个好处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传播的方法而已啊，弘扬的方法而已，实际上都是这个仙宗的一部分，都是一样，藏传韩传都是一样。在藏地很多这些寺院里面都有这个佛学院规模不同的佛学院，佛学院的这个课程的大部分都是五部大论，少部分才是这个密宗大部分是五部大论。那五部大论是什么呢？五部大论就是仙宗，五部大论就是仙宗。说五部大论里面呢没有一句密宗，全都是仙宗。然后就是剩下来的一部分呢他们安排这个密宗的课程。所以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一个仙密院融的仙宗密宗各方面都是非常圆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体系。那个尼玛巴的话，在最就是1300多年前的时候就传到开始传到藏地后来呢就莲花生大师他们亲自来到藏地莲花生大师呀，布玛目扎他们亲自来到藏地来传。以前的那些修大圆满的那些上师，虽然是有那个汉地的，然后呢也有那个斯里兰卡的，但是这些人都到印度去参学修行的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把真正的密法带到他们的国土。后来真正的密宗的传播就是莲花生大师他们莲花生主要就是莲花生大师和布玛目扎，就是他们两个人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把密法大圆满的这一部分带到西藏来弘扬。后来那个浪达尔玛他灭佛了以后呢西藏的后弘起的时候很多这些翻译家也亲自去了印度，参学了各个地方，就是拉兰陀这些地方，印度的这些佛教大学都去参拜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这尼玛巴的法已经看不到了他们说有一些修行人的这个佛经里面呢，他们偶尔就发现一两张纸问他们这是什么经，他们都说这些我们也不懂，是老一辈的，这些跟我们也不懂，他们不是他们不懂，这非常秘密的，不公开的。后来就是，除了莲花生大师他们的那个时代过了以后呢，在印度也就看不到这个以前的这些尼玛巴的那些教法，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秘密的一个。非常不公开的一个诀窍在印度当地，也就是以前也不公，那个莲花生他们在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保密的，后来就都带到西藏来了西藏后弘起的时候我刚才说后弘起的时候呢，就他们去那些去了很多很多，西藏历史上就是有400多个非常出名的那个翻译家但是他们后来去的时候呢，看不就照再也看不见以前的那些版本了偶尔看到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他们问这个什么经，那些上师都说这是以前的那些老一辈的书，我们也不懂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懂，他们在修，但是他们不愿意给他们当时唐玄奘法师去拉兰陀的时候，应该是有大圆满的，但是他也没有把大圆满带到汉地去。这个我想可能是对这个众生的根基，跟发起是肯定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真正的大圆满呢，他就才就弘扬到密法，而且莲花生大师和这个布玛目扎他们，在这个大圆满的人物当中呢，最重要的两位亲自来到西藏就传给当时的人这叫做那个这叫做这个。尼玛巴，那尼玛巴的这些整个的教派传播的方法，它的途径就有三种不同的途径第一个叫做
经啊，经是经纶的经，经是从普贤王如来到一直后来到这个莲花生大师他们一直这样子传下来的，就是像我们现宗的大藏经里面佛陀所说的那些经一样，比如说法华啊，那个法华经啊，大放光华严经等等等等的那些经书一样，这是佛亲口说的，这叫做这一部叫做经啊，这一部经就是在那个尼玛巴的这佛法当中呢，它就是占相当一部分，这叫做经。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服藏，服藏品，服藏我听说国外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个服藏但是汉地现在还没有人去研究、去挖掘，也没有去公开这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忙碌了，现在大家都去搞经济嘛，所以就跟这个跟钱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些都没有人学了，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学了。所以就是这方面还没有人去研究，我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韩文的书籍，那这是一个尼玛巴最神奇的地方，最突出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服藏品啊。服藏品本身不一定是尼玛巴，其他的教派，这个藏传佛教都有啊。他们的那些上师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是这个取服藏的，但是服藏的这个源头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是这个乾隆起，就是那个时候呢，只有尼玛巴。那这个，服藏的那些经，绝大多数都是，尼玛巴的经。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呢？比如说有一天发生一个核战争把整个地球跟这个整个人类都毁掉了的话呢，这个秘法它还是会不了的，这一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放心的它为什么会不掉呢？这些服装它的外面的这些所有的，比如说电子版的呀，或者是出版物呀，等等等等，所有的毁掉了寺院也好这些书籍也好，全部毁掉了的话呢，但是这个服装它是毁不掉的，服装是没有办法毁掉。那这个服藏在哪里呢？服藏就是那些服藏大师的心里面，服藏大师的心当中服藏大师的心里面怎么藏着这个服藏呢？从外表上看，我们每次都发现这些服藏大师他去这个服藏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湖泊当中岩石当中就是一些深山里面呢，他们去。去这些服藏，但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服藏的一个心系。实际上这个服藏呢，不是在那个在岩石当中，不是在湖泊里面，就是在那些人的心里面。以前莲花生大师他们就这样子，大家都在一起，然后莲花生大师给他们灌顶。传了这个法传法了以后呢，莲花生大师就把这些灌顶的传承和这些修法的传承，或者是仪轨的传承交给这些不同的人。然后呢，莲花生大师也特别的就这个就给这个护法僧也就每一个那个服藏都有一个。护法来担任这个保护，让他们去特别的保护这个服藏，然后呢，莲花生大师也发愿祝愿这些人就是未来的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能够取出来，那个时候这些人也有传承也有官丁只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传承和官丁都全都。断绝的话，也就藏密是不会断绝的。因为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就他可以那个，他从他的心田里可以取出这个腹藏。
那从他的心田里取出了这个福藏的时候呢，这个他所取出来的这个福藏品的灌顶啊，灌顶的传承、修法的传承、仪轨的传承，全都是具备的。这就是不但是具备，而且这些都是从莲花生大师啊。就是从莲花生大师那里传来的，也就是说啊，莲花生大师亲自传授给他们，所以这个福藏的那个传承是非常亲近的，所以我们想啊，这个藏密它是从整体来说是绝不可能断绝的，这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样子，就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整个地球毁掉的话，那整个地球毁掉了，人类也就再也不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话，那就没有人了，也没有福藏大师了，如果有人的话，他不需要其他外面的条件，就是他是从他的心里面可以取出这个福藏，这是一个藏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这个汉传佛教其他佛教都没有这样子的优点，没有这个福藏的说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刚才我们讲的那样子，它那个藏密呢，它不可能彻底的这个毁灭，如果它毁灭的话，也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发展或者是衰落而已，衰弱。其他它整体上，或者是它从根本上，这个毁灭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只要是众生的福报尽了以后呢，它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之前呢，在哪怕是怎么样的艰苦的条件下，它都会生存。这一个是一个，这是莲花生大师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弘扬。密法的一种方法就延长佛的慧命的一种这个非常伟大的一种这样子的方法那这个福藏，它这个福藏里面呢，有些也有那个佛香也有甘露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佛经最重要佛经。那这佛经里面呢一部分是灌顶，一部分是这个灌顶的修法仪轨，那一部分就是，这些除了仪轨以外，这个具体的修法，从潜心到正心的一系列的修法都有。这个福藏品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福藏品它也有这个什么呢？也有真的和假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这个真假是分不，真假是可能是离不开的，有真的地方有假，这个所有都有。这个莲花生大师他亲口也说了的，福藏也有真也有假，然后这些被魔加持了的那些人，或者是被一些鬼神加持的人，他是可以在岩石当中、湖泊当中，而甚至是从空中，他可以取出佛像等等等等的东西，但是它是不是真正的这个，福藏呢？这就很难说那我们怎么样去确认这是真，那个是真，那个是假？像我们这样子去确认是很难的但是它也有确认的方法，比如说福藏品它一个是就藏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另外一个它福藏品的欣喜。就是藏在一个珠宝的包且，包且就是像鸡蛋那样子的一个那个珠宝的那个小盒子装在这里面的这个我也看过，以前法王他那里有他上一世的那个取出来的那些莲花生大师他们传下来的那个经，然后法王他自己取的也有，这些我们都见过但是它就是一个这么很小的一块纸那个上面就只有两三个字，两三个字，五六个字，但是我们看的话，就从外表看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但是它这个纸
制的这个尺寸、规格啊是非常有讲究的。然后在这个上面的字啊，它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藏文的字，但是它这个字有些是有一种星号啊，一种符号啊，但是这个也有严格的要求。他如果另外一个人是真正的这个服藏大师的话，他要去看另外一个人的服藏是真是假，他是可以辨别出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服藏啊，灌了顶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有啊，他的这个进步，收获，修行的人的收获，或者是对当地的一些激励的现象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些都具备的话，他这个服藏是一个是真实的服藏，如果这个服藏，它从表面上就是我们分不出来，但是呢，他修行的时候，所有修这个人的人都不。都不吉祥，不顺利，修行没有进步，等等等等。然后呢，自从去了这个佛藏以后呢，就当地发生了很多很多灾难等等等等，就不出现了很多不吉利的事情，说明这个佛藏，就是不是真正的佛藏是假的，而且是就被墨加持的那样子的佛藏这是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腹胀所以我们要念这个腹胀品，要修腹胀品的话，像法王的上一世列饶淋巴那样子的，公认的这个，这个全西藏的那些高僧大德，公认的那些腹胀大师的这个，他们的那些灌顶修法是最可靠的，我们修这些法是最踏实的其他的就是小寺庙里面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呢，自称是。这个付藏大师呀，自称是，自己随便写一两张纸，然后说这是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呀，等等，这样的特别多，以前就有，现在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些是不是真正的那个付藏呢？这就非常难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小寺庙或者是偏僻的地方没有付藏大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没有人说他是付藏大师。没有人承认他是伏藏大师，或者是那些以前的那些非常有这个修证的那些人那些人没有印证这是伏藏品，这是伏藏大师的那样子，从那样子的人手里出来的那些伏藏呢我们也不能去反驳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责任，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智慧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接受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服藏，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那这个服藏，它是外面也要去一个服藏那个人的心里面有这个服藏的话，他外面为什么还要一个这样子的那个为什么还要去这个服藏呢？这是一个外缘是一个外因是一个因缘。但是这个字上面，我刚才刚刚讲到这个他们取出来的这个字上面写的都是很奇怪的，我们看根本看不懂的有些看得懂的呢，他也是就是写一个很无聊，像无聊一样，没有太大的内容的这样子东西。比如说有一部经上面说有一部那样子的字上面说这个开春的时候就是刚刚春天的开春的时候。在某某地方，莲花生大师和众弟子们大起丝绸的帐篷，住在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每天早晨在我们的前面有一群一群的鸳鸯和布谷鸟飞来飞去，他们唱着歌飞来飞去，我们的气氛是非常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什么意思？根本不是一个经。但是呢，这个伏藏大师他一看到这个时候呢，他立即就回忆起当时的，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莲花生大师我们在一起，一起的时候呢，他就是给我们灌了这样子的顶，给我们串了这样子的法。莲花生大师当时给我们说了这些话，他一字一个，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从心里面慢慢现出来了，现出来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他这个。
他这句话，就是光靠这句话从心里面啊显现出来，它是起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啊，外面的这些浮藏就是起一个这样子的作用。那有些这些这个啊那个浮藏的那些枝上面呢啊连这样子都没有，就只有几个，只有几个枝，但是这些枝我们看不懂，这是一个空心插图的枝呀，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小规模，就一些内部用的一些枝，不是公开的枝，看不见。但是这些人他一看到这个以后呢，他立即啊当时的这些所有的官丁呐、啊传承啊，他立即就可以啊心里面可以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了以后呢，他立即就可以歇下来，他光是依靠这一点点的一个字两个字的信号啊信息，他就可以写两三本书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七八本书、七八部书啊，几千页、几千章啊，这是他，这个他不是随便写，平时我们让他写他也写不出来的，但是他就是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啊那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他就会想想啊，他就会想起啊当时的这些那些情景，然后他就可以写下来，这叫做啊这叫做这个啊浮藏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但他这样子写下来的这个浮藏品呢，这个人跟这个浮藏之间呢，这个人跟莲花生大师之间呢，没有其他人，啊，直接是莲花生大师传给这个人，他就是写下来的啊，那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去听这个法、修这个法的话，那莲花生大师跟我们之间就只有一个人的传承，那传承是非常清净的，它起到一个这样子的作用。但是呢，那个外面的那些啊，那个浮藏，它有些时候，如果比如说这个湖泊，它本身放在这个湖泊里面，湖泊干了或者是没有的话呢，它这个自然而然它会自己会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也不需要一个湖泊呀，一个森林，它空中都可以啊，它空中都可以，可以这个藏这个啊浮藏品啊，以前。很多很多弟子，我们还没有去那个学员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有也不是很多啊，就十几个人，就大家围起来会供的时候呢，就这个传记上都有，法王啊就会供的时候从空中取了一个宝器，这个不是这个你不能当这个神话故事啊，是一个实际的东西，那就是现在有一种叫做科学主义啊。科学主义是什么意思？科学后面加了两个主义的字，就是什么意思呢？说所有的一切，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要用科学来接受啊，而且科学就是目前的这个科学来接受啊，只要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那一定要这个科学去真实，科学不能真实的，它一律都否定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啊，这个精神上的经验，有一个特殊的经验啊，给这些人说的话，他说哦，你精神就出了毛病了，这肯定你这什么啊幻觉了，或者是什么症呢、啊？就这个症那个症，就有很多精神上的问题，他根本不承认啊。这个现在不但是其他人说，而且科学家他也反对，他也反感这种科学主义的说法。他很多人也觉得，很多科学家的家现在也就意识到科学的研究就是要用数据来分析。啊，那这个数据呢不一定在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的这个很广，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呀，这些都是凡是属于真实的东西都是数据这个说的没错，这个说的很好，就是这些都是数据，凡是真实的东西都要承认不能说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看到了才算啊，其他都不算，这样子的话这是片面，这是科学主义的说法啊。科学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不科学的东西所以叫做科学主义的说法那这个是在从目前的物理，从目前的科学来说的话，这个空中要出现一个爆切的话有点难但是从量子物理的最深的地方去讲的话，还是也有可能也可以说得过去，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个
能量纯能量当中产生的嘛。那么爆气也就是在这个空中可以产生，为什么不可以产生？但是这个我们浮藏，我们没有必要用科学来解释，啊，这两个还有一定的距离，那这个以前啊，就是那个法王也是那样子的。这个是我们的以前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也从空中啊去过浮藏，那这个浮藏的作用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个浮藏真正出来了以后呢，如果它是属于一个啊准确的这个浮藏的话，它一个每一个浮藏啊，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啊。度化的众生啊，他每一个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刚刚传法不久的时候，就是在300、500年当中呢，修行成就的人特别特别多，后来就慢慢少了啊。同样的一个复章的那个法出来的时候呢，刚刚出来的时候修的话，它的加持力非常大，很多人都获得这个洗涤啊，这样子，所以啊，法王的。那些著作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像金刚萨埵的修法呀，等等等等，很多这个浮藏品。那这些修行的话，金刚萨埵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忏悔，我需要忏悔就念金刚萨，不需要忏悔我为什么要念金刚萨埵呢？不能这样子认为啊！金刚萨埵就是一个一切贪嗔的诸尊，所以这个靠金刚萨埵也可以忏悔，也可以修啊，共同与不共同的洗涤成就。修这些，这是一个藏密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优点。这其他的教派，不要说仙啊，不要说这个啊，仙宗在密宗里面呢，也其他的这些密宗是没有这就是藏密。为什么藏密才是这样呢？因为莲花山大师他们亲自来到藏地啊，所以他传下来的法才有这样子的优点啊特点。传播的方法，这个并不是说发的好与不好，这是一个传播的方法问题，所以这个浮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浮藏专门有浮藏的讲浮藏的，就是专门有一部书，里面讲的都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我们今天简单的就介绍介啊介就介绍这一点浮藏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浮藏就是藏在人的心里面。啊，人的心里面怎么藏着人的心里面呢？啊，我觉得，就是近期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催眠的那种催眠术。我想催眠术应该是准确的。它也有很多说法，国际上公认的，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学说去推翻这个催眠术，它是比较公认的。但是我想，这是应该是成立的。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为什么呢？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莲花生大师他当时藏浮藏的方法是比较相同，怎么样相同呢？譬如说催眠啊，当我们醒着的时候，就有很多那个胡思乱想的时候呢，我们记忆不齐，小时候或者是跟远的那些事情都记不到，但是呢，用催眠的这个方法，把人的这个意识降到一定的水平啊，降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呢，他就这些杂念啊，就降到一定的水平，降低了以后呢，这些人他就可以，他还不没有到这个阿赖耶识之类的地步，但是他在这样子的半醒半睡的状态下，他可以回忆以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些粗大的这些杂念给去消了，去消出来了以后呢，他以前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同样的，腹脏它是怎么样藏的呢？腹脏它没有隐藏在第六意识里面它也没有隐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莲花生大师说，这个腹脏不能藏在这个第六意识，为什么不能藏在第六意识呢？因为这个在未来
他们这些修行人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至少是开悟的人，这些成就者，这些伏藏大师。但是呢，他们在以前的未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经过很多很多的生生死死，在这样子的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意识不断的不断的变化的话，这个意识由毁灭由欢欣一个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会他就这样子以前的那些很多这个都会被忘的他虽然是很了不起的修行人，但是他也是会他还也是会受到这个轮回的生死轮回的影响，他很多东西都会被忘掉的。所以呢，莲花生大师他把这个服装埋在什么地方呢？藏在什么地方？就是藏在他的如来藏当中如来藏也就是这个真无空性的这个智慧当中。这个智慧呢，它永远都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个古代的书里面呢，有一种说法不一定是准确的。他说海洋的那个海洋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一个人身高有2米的话，他从这个手指到这个也是2米对，就这个意思。那从那样子用一个两个一个2米身高的人的身体来衡量的话，这个海洋是在16米以上，它这个海浪是波动的受海浪的影响。然后这个16米以下呢，它基本上是不动的它有这样子的记载，这个不一定是那么的准确，但是这个它就是说海底是不动，反正我们知道海底是不动的，海面上都是有这个海浪，基本上都这样。同样的，我们的第六意识呢，就是像海浪一样，它就不断的生灭不断的这个变化但是智慧也就是如来藏，也就是真无空性的这个智慧，它是不会动的，它不会有动摇我们的生死轮回不会动摇这个如来藏不会动摇这个真无的这一面所以莲花生大师他把这个福藏就是藏在这个藏在这个智慧当中。那这个智慧呢，他以后他要开发这个福藏的时候呢，他需要证悟他就是要进入这个证悟的境界的时候呢，立即就可以显现出来这个福藏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都会显现出来的。这些付藏大师也是平时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也没有这样的，他也不知道很多付藏大师的，他写完了以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很多都是这样。以前法王他也给我们讲过，他很多人其他人也有这样子感觉，就是有一个付藏要写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写出来，不写出来的话就非常不舒服的有心里面就脑海里面就又出现这个浮躁，又出现这样晚上睡的时候都睡不着的那样子，就是经常有那样子的干扰。然后把它写出来了以后呢，写了文字以后呢，就立即就没有，而你心里面的已经写成文字，它就形成一个文字了，就没有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就是有这样子，很多浮躁大师都有这样子的感觉。付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非常奇妙的东西。我们就是所有的藏密的最后的一个希望，就是在寄托在这个付账的身上因为付账呢，就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有一天如果有什么核战争之类、自然灾害之类的，整个人类绝种了，但是藏密还是会存在的。只要有一个人的话，这当中有可能有这个成就这个莲花生大师的那个成就的弟子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就可以弘扬起来了。所以莲花生大师也说了，最后的希望就是在这个福藏上面。所以藏密它是永远都是不可能彻底的毁灭这叫做福藏的一部分其他的我们就福藏关于福藏的其他的就不说了。
简单的说这一点，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我刚才也说了，现在有很多人在写很多书啊，就藏地啊，写的是不是论啊，不是写间接行为修法，就是写一些仪轨啊，因为这个仪轨我们藏地啊满地都是啊，如果我要去写几个修法的话都不成问题的，我就拿几本书，就这里抄一个，那里抄一个，写一个给你们，是我的副藏啊，就没有人说这个不是副藏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我们一定要，一定要这个上面要认真的对待啊！你们觉得哦，听到这个服装的很奇妙书生的时候呢，认为哦，一旦是能够遇到服装，我马上就可以成佛了。然后来一个自称是服装大师的时候，就拿一两张纸给你们，你们就觉得哦，这是服装的法，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观察的情况下去修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呢？有两种结果，除了这个真正的服藏以外的这些假的服藏，它有两种这个结果。一种结果呢，绝大多数的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这里抄一个，那里抄一个那样子的，它不会有利有害啊，利害都没有什么，只是你自己费时间啊，其他没有什么，这个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被墨呀、被鬼神加持的那个服装的话，那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那个修了以后呢，就越来越不吉利啊。不但是没有成就，没有真武成就，这些就更谈不上了。连世俗间的一切都不顺利啊，很多就招来了很多的那些不吉利的事情，都是这样子。这是最恶心的这个结果。一般的就是他们一般的那些都没有什么厉害都没有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认真的，要认真的对待那个服藏品，只要我们能够真正遇到这个服藏真正的服藏品的话，那这个价值是非常好的，这是莲花生大师的一种那个特殊的弘扬佛法的，延长佛的慧命的一种特有的方法，主要是尼玛巴，但是呢，其他教派也有宗喀巴大师他也去过这个服藏其他的那些瓜居派的很多这些伽玛巴大师以前的那些伽玛巴大师，他们也去过服藏藏地的这些真正的这些高僧大德当中呢，有很多很多是去过服藏的。所以，因为他们都是莲花生大师的，或者是弟子，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所以他们都会去服藏。但是服藏的专利是尼玛巴的，你要知道专利就是尼玛巴的。但是其他教派也有这个服藏这是服藏，这是第二金服藏然后第三是。静香静香，静就是清净的静清净的干净的，然后香就是这个静香香就是这个馨香对，静香鲜香也可以说静静静静就是这个境界的静，最后一个字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说也可以翻译成静观都可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有些上师他修行非常好的那些上师呢他在蒙经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坐禅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取莲花生大师的茶土或者是极乐世界等等等等，他可以漫游这些佛的这些茶土然后呢，他漫游佛刹土的时候呢，他也在这些佛菩萨座前可以听到很多的法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从禅定当中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他从这个睡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些这个佛经的意义，佛菩萨给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他把这些修法啊，这些修法就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了呢，就是形成了一种修法啊，或者是仪规啊之类的。这个我们法王的那个著作里面呢，也有一部分这样子的。那些，这个不是这个藏密的特点啊，这个我在汉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的那些传记里面也看到了啊，他们也会有这样子。有一本那个汉地佛教诗，是很早以前几百年前有一个藏族的一个这个翻译家翻译成藏文，到现在都有。他这里面呢自从佛法传到中国以来，一直都有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记载，他们的修心证见这些都记得非常清楚。这些里面我们也看到过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漫游了佛的插图，都有。这个不是藏密的特点，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也有。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的境界非常好的那些上师都有这样子的，不一定是上师。你以后你们修行好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漫游佛的插图，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写一个这样子的经观的修法呀等等等等的。那这个叫做这个经相法那佛说的经，然后复藏法，第二是复藏法，第三是经相法这三个呢就形成了尼玛巴的法脉尼玛巴的体系。也就是说，尼玛巴的法可以分成经、复藏，然后经相法。就这三个里，这三个里面呢，基本上都，包括了。但是他的经相，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梦，然后就是在梦里面，就佛菩萨或者是上师给我们说两句话，我醒过来的时候也记得很清楚，我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是不是这个经相法呢？这个肯定不是经相法，这个肯定不是经相，经相法还是要有它的一些特征，这样子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有的，就凡是修行人都会有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见到了上师上师给我说一些关于佛教的一些修法呀、见解方面的两句话、三句话，我醒过来的时候也比较清楚这些每个人都会有的。经相法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经相法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法，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是一个很完整的法，比如说。有观定，有修法，有仪规有解说都有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完整的体系。但是呢，有些经相法呢它也有就这么四句呀、两句呀这些都有但是这些东西呢，以前这些真正的这个高僧大德都在世的时候呢有人确认还是有人能够确定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很难说了，这个也不是说我也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高僧大德，有肯定是有，但是以前那样子的公开的，就是我们凡夫人也可以见到的这样子的上师，就是很少了，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鉴定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经相，是不是真正的复藏，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藏地这些修行人不错的那些人当中，还是有人可以鉴定的，这个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这个真和假，经也有真和假那复藏也有真和假然后这个经观也有真和假所以密宗里面呀，他要就是建议不是建议，就是要求我们一定要观察上师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观察我们，因为我们观察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正知正见去确认一个真正的善知识、真正的上师。以后呢，他说出来的话，或者是做出来的事情，当时表面上也许有点这个不太理解的呀，不太好接受的呀，会有的。但是时间可以证明，这个他最后就是会一切都会好的，所以不成问题。
但是呢，我们没有通过这样子的观察啊，什么都没有，盲目的去接受的话，上师也好，谁也好啊，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偶尔啊，他也可以做得出来。像我们这样子，我也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事情给你们看看，一天两天是没有问题的了啊。但是你们认为哦，看到一个人的一个两个优点以后呢，认为这个就是完美的，那就是错误了啊。所以就是藏传佛教，它也有严格的要求。为什么严格要求呢？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鉴定啊，所以就是这些都有一面是很有利的啊，但是另外一面是有害的啊。这个利害就是要看我们自己去掌握啊，这个自己掌握。它法本身就是法本身，真正的佛法当然是啊，这个经也好，复藏也好。金香法也好，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假的，都是全是真的。但是，另外一批啊，就是不是金加卯的金啊，不是这个服装加卯的服装出来了以后呢，啊，这就不好鉴定，啊，不好确认啊。所以这方面也有一些复杂的地方，也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呢，我们公认的，像这个。法王的上一世呀、法王啊等等等等，不仅是法王一个，藏地很有很多很多这个公认的啊，那些高僧大德啊，以前的那些高僧大，应该是他们说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就比如说我们在移民里面呢，我们也要就是要证实一个东西是要证实一个东西是准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要证明佛是啊，佛是真实预言者，我们首先要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印证，但是佛我们已经这个已经是证实了佛是真实预言者，然后我们可以相信佛啊，然后我们在每一句话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一个证据，但是呢，佛说了就可以相信的啊，也有这样子的人，所以在这些这个服装啊这个金香发这些上面啊，也存在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观察上师在这样子的问题上面就，尤其是要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发现，观察上师的这个重要性，这是尼玛巴的这个那个尼玛巴的整个的法是这样子，然后呢，它的优点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大圆满我刚刚也讲了，大圆满是密宗是显宗的精华像我这样子的话，也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我终结以后呢，我发现我学密的呢就没有学仙宗那么多学仙宗的时间是学密的时间就远远超过了。那所以我们就仙宗也就比较了解我刚才讲了，这跟我们很多的佛学院里面的课程，主要的课程就是五部大论，五部大论是仙宗，所以我们仙宗比较了解仙宗的精华就是这个密宗仙宗的精华是密宗，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个有教证、有例证都有。然后呢，密宗的精华是大圆满，大圆满是密宗的精华这个我们也有教证也有例证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说。真正这个讲大圆满的、弘扬大圆满的是谁就是尼玛巴。大圆满呢，就是出现在尼玛巴当中。比如说尼玛巴的他的这个尼玛巴有部共的25部、24部经。这个我们现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那个大甘珠尔的这个目录里面没有列出来。为什么呢？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觉得，这个尼玛巴的这些法基本上都是跟大圆满有关系的。这44部、24部不是40，24部经都是尼玛巴的，这个不共通的经
都是跟大圆满有非常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这样子的大圆满跟大圆满有密切关系的这些经呢，它是非常的密宗当中的密宗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能放在这个大藏经的啊，不能列在大藏经的目录里面，他们单独放啊，就单独列了一个目录，就一般是没有在这个像我们这个现在那个引经德格引经源之类的那些目录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只有一两部。看不到，其他都是独立的啊。为什么是独立呢？因为这个是非常密保密的。为什么保密呢？为什么保密呢？因为刚才讲了，这个大圆满呢，公开了以后呢，公开了以后，很多人就是你加一句，我加一句，然后你建一句，我建一句，然后就是这些学者啊，知识分子或者是学者，除了真正的修行人以外，还是有非常顽固的。这个头脑非常顽固的，非常着重自己的，主张。那然后我认为大愿不是这样子，那我写一个；然后他认为大愿不是这样子，他又写一个。这样以后呢，大愿们就受到了破坏，所以他们就舍不得公开，不是大愿们里面有什么缺点啊，也不是大愿们不能跟众生见面，但是这里面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是以前的这些，以前的那些。都一些以前的那些上师都是非常保密的，但是现在不保密了，但是现在不保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保密，什么不保密？法本不保密啊，内容还是没有人懂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内容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山沟里面，这个大圆满的真正的内容还是没有公开，还是法本现在全世界的英文的、中文的、什么文的都有，到处都有，我们随便。就是在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寺院的流通处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大圆满的书本啊。但是它真正的含义呢，没有人懂，所以实际上大圆满还是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传就是没有公开。书本你拿了，但是你看看大圆满，里面讲的都是很简单的，就是像六祖坛经一样。一般人看的话，就是像六祖坛经，就基本上大圆满的彻缺的部分，就是像六祖坛经，其他的。看不出来什么，这大圆满的真正的内容，现在还是在，我觉得还是在藏地啊。当然也不能说只有藏地，没有其他地方，全那个就这其他地方，国外也有很多上师在传这个大圆满，他们的弟子当中，这些西方人当中呢，我也听说很多很多，有个西方的，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老太婆生病了，就本身是一个那个灯珠法王他们的弟子。然后就生病了，晚期就得了这个，医生检查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癌症的晚期。然后就是在医院里面这个，接受治疗。在医院里面这个，死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大圆满的书籍上面讲的那些这个成就的标志啊，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意思，只能在西藏。但是他的起发地就是发源地就是在西藏。那就现在外面流传的是什么？就是法本，就是书啊，就是知啊，摸啊，真正的大圆满还是没有流传出来啊。这个幸亏没有流传出来，因为这样子流传的话。真正证悟大圆满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似懂非懂的人啊，尤其是知识分子是最坏的啊。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就乱写东西了啊。这样以后就是会损坏这些大圆满的，所以大圆满还是在这个山里面啊，基本上都是在山里面没有公开。这没有公开是好的啊，这叫做大圆满，这是藏密里面的。这个藏密里面的尼玛巴的特点啊，这个大圆满呢，不但是其他地方没有，在西藏的这些教派当中呢，也只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大圆满的传授啊，还有观定的修法，这些都是在这个尼玛巴当中。
其他很多格鲁派呀，其他的教派也在接受这个修法，也在接受这些观点。但是呢，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大圆满，就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一个大圆满。他们认为这个修行的这些真正的修行人，他们认为就是大圆满，就是你妈巴的大圆满。你妈巴的大圆满实际上跟其他的这个密法也不矛盾，在不矛盾的基础上呢，它有一些特点所以很多人也在修但是呢，他们不认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大愿嘛所以尼玛巴的特点就是这个大愿嘛。如果没有大愿，没有尼玛巴的话藏传佛教里面缺少一个什么东西呢？其他的五部大论呢这个升起次第呀、圆满次第呀都不缺少都有，就是缺少一个大圆满这一块。但是跟大圆满的一些相关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还是会缺少的，所以尼玛巴的主要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得要修大圆满。我一直都是说大圆满我们还不着急，一直都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距离。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并不是说大圆满我们不值得修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修，我们肯定要修的。但是呢，修大圆满是需要修加行，在没有加行的情况下，你们匆匆忙忙去修大圆满的话，就是从最高的地方，就是多到最低的地方，最后就没有任何。最后呢，不但是没有修出大圆满连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都没有。这样子的话，就学佛就是学佛就是最后就很多人都会对这个佛法失去信心会存在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次第我们要这个要按照这个佛的要求，以前的这些有经验的、有修行的境界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要求去修的话，会有一些成就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去随便又不加心、不修出离心，又不修菩提心，然后直接去修一个大圆满的话，是不会有什么这个我们可以敢保证，这个不会有什么只能有一点点善根不会有什么解脱方面的进步这一点是可以敢肯定的，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这个传播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些人说需要这个修无价行，然后有些人说不需要修无价行然后有些人说需要闻思修行，然后有些人说不需要闻思修行。那现在说法都很多了，对，很多居士都就搞糊涂了，到底需要闻思修还是不需要闻？到底需不需要修加行？需要修加行还是不需要修加行？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疑惑但是，到底需不需要修加行？不需要修加行？到底需不需要闻思？不需要闻思？很简单，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怎么样？简单呢，这个答案你们自己去找去你们怎么去找呢？你们就是连大圆满的基本的这个密宗的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需要这个闻思修行连佛教的连一个常识都不懂的话，这就是说明需要闻思修行需要闻思修行然后呢？需不需要？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修加行呢？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你觉得有出离心吗？菩提心，一切都具备了，只是没有证悟而已。其他我全部都有的话，那就不需要修这个无加行，你就去修大圆满去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什么都没有，甚至是业障非常深重，我们打坐一个小时都是又昏沉又劳累都不行的话，那就是说明要积累资粮，要去这个忏悔罪业是需要修加行的。这个需要到底需要修不需要修，这是要去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就是要去问自己，答案就可以很简，可以很轻松的可以找得到这个答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本身是我今天我们就这一堂课里面讲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今天没有讲完，我们只讲了一些尼玛巴的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其他的呢我们下一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苏那么的一堂车是八年冬天，你别站那半学讲就该那些忘了就把
chibin zolin zhuwa zhurbaro shu.